你好，过来，老板。你好，老板，看我这弄只螺蛳，这回我真是见着大漏了，我要发财。两个白雪花冰，一个枣蓉，一块元宝，我给你看看啊。哎呀，东西是不错啊，一个飞龙，一个恭贺，一个枣蓉，是吧？这东西确实不错。你这还有一个大元宝，你这能说在哪捡的漏吗？在哪？肯定在古玩街啊，我经常逛古玩街。古玩街捡的漏，古玩街净好东西。说实哦，话，你像这个像那个大银锭子，还有这几个银元，我一眼都相中了。你说价格都多便宜？多便宜啊，你说说呗。但这几个下来还不到5000块钱呢。那你确实捡大漏了。咱不说多，咱都讲一个飞龙。说实话，你现在行情咋说，得几十个 W 啊？是吧？这今天拿过来想干啥？今天拿过来是这样，我前两天是吧，不俺岳父他的那个生日嘛，然后我给他送礼物，我叫这几个人给他送的。啊，送给恁岳父这几个。对，我生日他肯定得喜欢，我还给他介绍的，激情澎湃的。那你说是不白话了？现在都有手机，上网一查能值多少钱，把恁岳父高兴坏了。对呀、但是啥吧，看完一会儿之后，吃完饭之后他给我了，哎，又给你了。对，给我不知道这几个意思。他不敢要，实话实说。要是我也不敢要。这家伙这说实话，100万 W 的东西，这一家伙过个生日，光送那么多，你是不是？你估计让他吓一跳。这东西确实是不赖啊，是不是？你的意思是？到底啥情况？我也不明白啥意思。我叫你啊，你的意思只认为这都是真的，是这意思吧？肯定是真的。哦，那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如果是真的话，你这100个 W 出去了，那岳父肯定是不敢要了，好吧？我跟你说啊，那岳父玩过音乐没？他嘛，他平时也收藏东西啊，也收藏，所以我才送他这嘛，那投其所好嘛。那我给你，我可以这样说，如果说那岳父要是刚开始玩音乐，你不要送这个东西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音乐有基础款，首先他如果说没玩过音乐呢，先叫他玩那种入门级的大头、小头，通货也不贵。以后不想玩了，或者想换唱了，可是随时变现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咱这普通的大豆，你1300、1200都卖了，显得非常保值，是一块、十块、百十块无所谓，不伤啥大脾气，明白吗？如果说那岳父，对音乐比较喜欢，可以选择进阶款啊，比较适合，手里边有点闲钱的，像各个省啊，江南、广东、湖北、四川，再不了都是中央的，北洋、大清、肇中。这些老龙样，说实话，基本上都是人手必备的种类，不要求品相太好，通货以上的状态都可以把玩。罗币、盒子币啊，随便搞一些，显得自己有品位。哎，以后在朋友面前显摆啊，不容易丢人现眼。说实话，就像你这种，就容易丢人，知道吧？如果说那岳父啊，如果说你实力不凡啊，或者说以后要给子孙后代留点念想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有很多音乐就像北上广深的房子一样。哎，你就可以选择板中板，也就是高级板了。比如一些圆光笔，就像这样的圆光笔、军阀笔之类的，这些音乐已经不是一般工薪阶级能买得起、玩得起的东西了。毫不避讳的说，这些高级板啊，这些音乐种类太多，每样都搞一个的话，估计得上百、上千个 W 了。所以说，玩音乐要量力而行。所以说，你要送给那岳父怎么样，一定要量力而行。量力而行，这很量力而行啊！这东西差吗？这东西不差，东西是不差。品类挺全，包括这个啥，这个大明元宝，这元宝说实话，这能玩得起这种元宝的，说实话也得几十个 W。对 啊，你关键是你得你买这些东西，你得找对那种路，你不能在古玩街上买，你在古玩街上买，那老岳父肯定是不敢要，他一查价格不敢要，而你感觉是捡个大漏，是这意思吧？嗯，我经常去古玩街上，我感觉你这眼里还是不太中。哦，你说的不过怪有道理。哦，你说的不啊？你说我说的道理，但是给你的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是这意思吧？我是看你没有这个实力要。哦。我看你说一圈子，你也没想要的事儿，我估计你没有这个实力要。那行那行，好好，那我多言了，我多言了，你先拿住吧。